这期节目的嘉宾可以说是我们青春的一剂防腐剂，永远不会变老。他饰演的所有的英雄角色从来不会失败。他是曾经香港 TVB 打造的演戏、唱歌、主持三栖明星。请坐，请坐。不用开心，不用开心。刚才真的有点失敬，失敬了，跟你开一个玩笑。但是我走进来看到你的那一刻，我心中还是怕怕的，因为你在很多的电影里饰演的都是英雄的角色，像聂风、画英雄这样的角色。其实演了这么多的英雄角色，你到目前为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最喜欢就是那个，有一部电影不是英雄的，就是一个百分百感觉。电影是应该是美好的。对，除了演戏，大家知道唱歌以外，好像还有主持方面的训练。没有训练，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你的样子太年轻了，不如当那个儿童主持人。我觉得不行，你长得太帅了，太帅的人不能当主持。就我们这种，不是啊，不是在香港那个儿童。直末这个主持是很有名的，比如说梁朝伟啊，梁朝伟啊，是吗？周星驰啊，也是在从这里出发的。从 TVB 出来的所有的艺人，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特别能吃苦，然后专业方面训练很有素。以前是觉得很痛苦，但是现在想，如果没有这个训练，没有今天，我们读书很懒惰。我从来没有知道当演员，原来看那个剧本。当然很厚，对，觉得哇，还有即兴，对，那个即兴也很好，就是每一天要拍很多场戏，对，以前没有 NG， 很严格，就是拍一场戏，我们对着台词，好 ，action， 拍，如果你忘记那个台词，全世界都看着你，比如说我们摄影师觉得，你把那个台词念熟一下。西沙再来可以骂你，对，然后人家全都离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艰苦的拍摄的年代，诞生出了这么多的巨星和这么多的好的作品。你有这样的成长的经历，今天又带我来了这样一个看川剧的地方，你是不是又想增加自己的表演的技术，学一点川剧，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有机会，这个节目找我那个访问当那个，我希望可以看多一点。我觉得以你的武术的这个拍摄的功底，你可能学川剧会学得特别快。大哥，你刚才带着角色进来，好像又带我们回到了。那种电影的情节里面，但是他现在比较浮夸一点。一起是拍一个节目吧？啊，对对对，跟电影不同。一健说他出道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和训练，你的出道也是这样吗？我是比较简单一点，之前我是教这个游泳哦，游泳的教练，对啊，你看、是吗？有一个。有一个机会，游泳教练都很高吗？我看你多高，高不是？你看，你在这高啊你！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说，哎，有一部电影有一个机会去试镜，你要不要试？没有所谓，就去吧。但是好像所有的电影桥段就是他不入选啊，我入选了。但是我们认识是从一个节目。但是我们以一开始拍就拍到现在了，这么多年的友谊啊！今天我觉得在你们的友谊的这本书里边，应该是很特别的一页。你们到成都来了，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一看川剧？我个人觉得他，但我还想学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川剧。哇！哦，这是变脸啊，对对，待会脸会变颜色。哪一边呢？哇哇哇！这么快，很快就上去。哇，近距离啊！近距离就能看出破绽哦！哇！
你可以摸它，摸，摸，哇哇哇哇哇哇哇！摸一下，哇哇哇！厉害厉害，果然是年轻的。没有了吧？应该有了，应该没有了，还能回去？还有吗？真的没有了。哇！哇！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好棒！来，吴奇师傅陪我们坐着喝杯茶吧。来来，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请坐。哎，我觉得我要敬这个川剧师傅一杯，我们以茶代酒，真的挺厉害的。这个民间技艺挺不容易的。等一等，真的是你练吗？现在这个拿不掉了，拿不掉了，拿不掉了。刚才的女其实她是女的，我怕我敬你一杯的时候转过头来已经变了一个美女坐在这里。来来来，哎呀，真的很精彩，真的很精彩。其实我们在香港也看过很多这个变脸的表演，但是今天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那么近，在成都才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川剧，原汁原味的变脸。对，今天还有一个我朋友也来了的，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川剧《别动关锦》中的一折，叫做《人间好》。那人间好，收看吧。好好好，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是脚，这是什么意思？蝴蝶，这个是扑的蝴蝶，蝴蝶哦，对啊，放开，哎，蝴蝶飞了，哇，我看出来了。我以为是捡到钱了，好好，哇，好棒！有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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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哇，好，太精彩了！刚才花旦啊，他表对你好你好，他表演的时候，我发觉他跳的舞很像现在的流行舞蹈，比如就是手啊这个，原来是从我们川剧里出来的，有。还有就是他在中间的部分很轻松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再跳一段？哎，你是这种啊？你看啊，我觉得小凤就学这个动作挺适合你的。对啊，你试试看啊，我试试看。这个手是在这儿，这个手是这样。对，花拳。哎呀，不好意思，抽筋了。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哎，来来，好。我反过来，常常都反过来。不是不是，我觉得他，你试试看吧。我不试试，我就是他的手，这个手是很灵活。唱腔方面有没有就是说你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的？哇，很难呢。我们发音很多是用的四川话，我们唱的里面有一种叫做干站子，像 the rap， 对，有点像 rap 一样，像 rap 一样。对，菜园子八丈宽，种了茄子又种南瓜，太长太长了，太长太快了。我还有一个兄弟，他不会来了。他说主持人的问题。十年前我手下败将，你知道吗？你手下败将，听说我在这儿，他是不可能来的，不可能来的。围炉音乐会，总会有首歌温暖你世界。宅宅院子八丈大，种了茄子又种南瓜，宅在你这这个冷冷饭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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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普通话的八百标兵奔北坡。好，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啊。八百标兵奔北坡。好了，爸爸爸爸，八百标兵奔北坡，爸爸爸兵奔北坡。好，还记得。爸比爸爸爸，爸比奔北坡。真的，我知道你为什么最后没有当主持人。好的，再次谢谢二位，谢谢。这次围炉音乐会在编曲上、音乐上有没有做一些准备？在音乐的部分，我真的是有朋友的帮忙啊。其实我一开始到现在，如果没有我的朋友，我可能当不了歌手。在唱歌部分，也需要一个好的监制。你的监制一直用的都是谁？陈光荣。我告诉你啊，那陈光荣，如果其他人看到的话，我会觉得是他的伴侣。为什么天天在一起？如果有机会工作的话，他们两个就是一起。对，这个错了，这个形容应该是，如果我在是凤园里边的凤，他应该就是云了。哦，因为没有云，没有凤，所以对他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我们这一场音乐会有了云，怎么能缺掉凤呢？所以一定要啊，请他过来，请他来了。啊、除了他，还要有吗？哇！有请。哎，你好，陈老师，你好。百忙中抽出时间来了。欢迎陈老师，你到底还要给我们观众朋友多少惊喜？一位，现在把陈老师也请来了。因为没有他，这个演唱会不能够办到了。问他，你觉得这一间好不好？他唱得不好，但是他的声音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比较特别的。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在过程中？有很多。有没有他录音不听话的情况？有吗？都试过他发脾气了。啊？为什么？他太忙了，当时太忙了。对啊。有没有留下一些遗憾？常常有。常有，所以就一直跟这一件合作啊，一定要做到完美的那一天。既然来到了成都，我是主人，我给大家选择权利，你们想玩什么，我带你们去玩什么；想吃什么，带你去吃什么。有没有特别想去体验的东西？我们，因为我们演唱会到内地很多地方，对，我们每一次去那个地方都会尝试这个麻辣火锅。但是你知道，你来成都，麻辣火锅就是全国最正宗的。我带大家去好好的玩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以茶代酒，欢迎大家。谢谢。你们说到吃火锅，陈老师好像已经先去占座了，对吧？他说吃这个麻辣火锅，所以他换衣服了。其实我仔细留意过，你现在的普通话水平比以前好了很多，真的很多。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偷偷的学习过？有找过几个老师要竞争嘛？要跟他几兄弟在演唱会，因为他是主持可以了，但是其他几个人，陈小春，哎，这些拜托，主持人不是语言天分特别的高的，但是你高吗？一健跟我讲说，林晓峰其实唱歌唱得特别好。对啊，唱歌唱得好不好是不需要灯光，不需要音响。晓峰，我现在放一首我觉得你应该比较拿手的歌，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什么歌？好，我们帮你伴奏。谢谢各位，送这一首歌送给大家。好，百国天空，清唱啊，清唱啊。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飞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吹过。真的很好，雾里看不清影踪，是的，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我谁明白我？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颠倒。我们来的这一家叫做小龙翻大江，是成都非常有名的一家火锅。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你，我还有一个兄弟，他不会来了。你还有兄弟吗？为什么？他说主持人的问题。他不喜欢我是吗？我怕你见到他的时候又哭了。他是谁？他是谁？我们兄弟你知道了。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谢天华是不是？他不敢来。谢天华十年前我手下败将，你知道吗？你手下败将？听说我在这儿，他是不可能来的。我跳舞，我记得我在台上各种动作一比，他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但是我比他的比赛成绩好。哦、还有了，还有了，继续说。谁说我不敢来？好丢脸！下败将是他。不是你的手下败将，谁谢谁赢不过你。我还带了一道菜，什么？哇，五片，每人一片。哎，真的不好意思，谢谢，我先走了。啊，来来来，吃我一半。刚才失敬，我以为你不会来，我在这瞎说话。我当年输给他了。我看你的样子应该比他更好啊，跳舞。当年呢，因为天华哥的确长得比较帅。人气比较高，所以最后呢，平凡。虽然我的舞姿其实比他好很多，但是最后他以很高的分数战胜了我和谢娜。当年的比赛我比较胖，当年对几节呢，他很苗条，所以呢，看观众看起来呢是我。哇，你看你看，说到痛苦，所以现在你就趁着我在人生中最胖的时候，老鼠长得胖，就来了是吗？我觉得这样，今天观众你们做一个评审，我的心中其实一直不服气的，我觉得我在舞台上的那个感觉和气质绝对能够胜过天华的，我们就做几个简单的造型让大家评判一下。好、哦、我觉得应该是好好，来来来，这方面了。好，跟你 PK 另外一个。好，可以啊。好，我们很简单一个比赛，就是我们跳一点舞就加一个辣椒上来。可以可以可以，来了啊。好， OK， 音乐一样的音乐，就是咚啊。好，来噔噔，好，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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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吃火锅的，真的，这个是我们的文化，也我们都是好像这个火锅一样，拍电影的时候时间很短，但是友谊很长。你们对彼此应该是比较了解，我互相评价一下吧，在你们心里，陈老师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觉得他？他从来没有当自己是工作。他是把这个工作变成乐趣。哦，对啊，他永远都是开工开工，他听到什么新的他会想知道看到做到，他一定会做。小峰这是比较悲观。悲观，对，这个是他最大的缺憾。但是悲观的人一般表面上给人的感觉都是很快乐的，因为我们太熟了嘛。对，他很坦白告诉我们，但是他想那个事情，我们在旁边看到就是很好的机会来了，但他可能别的看法就是这个很难的，这个可能不是机会，会出现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我明白要考虑清楚，但是如果从好的角度看，是个机会来了。大家评价一下天华，觉得哇，小心说话，绝对是一位外表很冷漠，但是内心是很暖的一个人。外表冷漠，内心充满着温暖，对大家也挺关心。在你们心里，一健是个什么样的人？
意见不是人，他是神，神，神，男神，他是神。大家不有一点不知道，就是我们平常开会的时候，去讨论演唱会的内容是什么样。开会开的久了，我们都是乱说一通的，然后一看过去意见哪边，他还是这样子。他的样子是很认真的。现在也是啊，华英雄，华英雄，对。因为他们提出嘛，我又尊重他们说法。每个人都想一想啊，可能也不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平衡的，非常认真的样子。那今天其实还有几位好朋友没有来到现场，小春在你们的心目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感觉的？他不在，我们可以。我跟你说过，他很像天气一样，天气的变化很大，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对，很坦白。嘉乐呢？因为现在他是当导演拍我们，所以我不方便讲话。今天到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每个人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小礼物，来，好，我来给大家送这个礼物啊，都是我爱成都的这样一个 logo， 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到我们四川，到我们成都来。孩子多种树，就是你已经有两个可爱的小宝宝了。孩子是我吗？对，是我吗？是我生的太多了小孩子吗？其实两个不多了，但是大家祝福你的两个小宝宝能够健康的成长。好，好，谢谢，好。第二件这个熊猫 T 恤，这件不用讲了。跟音乐最相关的，我们要送给陈老师，希望陈老师在电影配乐还有流行乐制作上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谢谢你，谢谢陈老师。哇，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有的人声称他自己减肥成功，我要看他能不能把这件穿进去。这是送给我们的舞王谢天华的，而且你看有两个跳舞的，对，跳得比较好的这个是我，这件送给天华，来。应该是我的儿子穿的了，那个对，应该是你了，你可以啊。好，这一件呢，上面我爱成都上面有一个蛋壳裂缝了，我们希望这一位能够早生贵子。我们现在这里边谁还没有小宝宝啊？好，谢谢，我接收了。好。我们希望有一天美好的事情能够成真吧。嗯，祝福，祝福。谢谢，谢谢礼物。好，另外还有两件是没有到现场的，嘉乐和小春。我带交给他。对，其实是几件简单的这个 T 恤，但是每一件 T 恤后面饱含着大家对你们的喜爱和祝福，也有你们的故事在里面，好不好？好，谢谢。一件，早生贵子，好吧？早生贵子，当爸爸真的挺好的，对不对？我觉得还可以，快点，快点，可以，来，加油加油！你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姐姐，到你。One, two, three。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围炉主唱人郑伊健。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世上无情人在边，热血的心不太热，我宠他，
踏进来的时候，我哭了，比你快。围炉音乐会，总会有首歌温暖你世界。每与你一起，这心都很高兴，能陪着你，世界再没半事情，全部与天转晴，绝对好心情。逢凝望那对关怀我眼睛，这次不可一起，多么的想你，和回味与你干过所有事情，同述世间光荣，获到也等于零。如没有你以外，永在旁边照应，最爱是你，生命动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晨曦，上次不觉地，日夜算日期，而时日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纵隔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别当爱，来甜梦中把臂，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你我纵不一起，深深都呼应，来涵来你也说了相似事情，同述世间光荣，获到也等于零。如没有你意外，永在旁边照应，最爱是你，生命动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晨曦，想知不觉地，日夜算日期，而时日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迟迟因爱你，纵隔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当来，来甜梦中把臂，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Every little thing, every little baby. Every time I miss you, baby.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 day, I wanna be together. Every little thing, every little baby. Every time I miss you, baby.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 day, I always look at you. 老子那一句话，人打是不对，嘿老友万岁，嘿不可以掉眼泪，放荡去追，爱太可贵，谎言那绝流水，命运把这风水，其中那些虚伪，风吹雨飞，一起去面对。谢谢谢谢谢谢，很兴奋，真的很兴奋。刚刚唱了一首Together， 老友万岁，这个是跟朋友、跟歌迷、跟身边的人一起唱。我猜不到再次有机会在台上跟你们唱这首歌，因为真的很久没有站在台上，有一点点紧张，因为讲国语。也知道这个节目也是没有主持人，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台上。感谢你们一直支持我，谢谢谢谢谢谢。18岁，大一点，当歌手。这个时候我也很荣幸认识陈光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情观放在音乐里面做一首歌，把你们的记忆放在歌里面。每一次听到这首歌，会想到这个年代，你们会做什么？
我在现在送给大家一生爱你一个。哥，你已经哭了，听到歌名就哭吗？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切割。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这个，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切割。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这个，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在你心里爱着我，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这个，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心里爱着我，你看他的粉丝的年龄都很小哎，是不是？不是，很年轻，是跟我们一样，从来没有长大。谢谢谢谢。有没有感觉到以前的身边的人呢？现在可能改变了，以前拍拖的跟现在结婚可能不一样，但是没关系，这个是人的过程，人是需要回忆，这个也是我们最宝贵的事情。然后我们当歌手之后。也有机会拍电影了，这个是很好，最好一个机会，你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放在那个电影里面。有一次我们五兄弟在内地开演唱会，我想你
一首歌，我唱完之后有一些人可能不太了解我，他说诶，为什么郑伊健选择这个儿歌？其实这个是来自《风云》里面一首很落漫的歌，也是陈国勇写的，其实我是原唱，在这里唱给大家《虫儿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都会啊，我们都会。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虫儿飞，花儿睡，一双眼睛真的很像这个虫儿飞啊，萤火虫那种感觉，那个画面都跑出来了，一天他唱的。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还没结束，放心，只是过了一半。下一首歌也是从电影开始，从电影院看那个画面，看到那个画面之后，你看到一次，你会永远记得这个画面。这首歌，首先我先请那个陈国勇上来。哎，不够，掌声大声一点吧。要站前一点，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陈国勇。你够大声系咪啊？大声一点。大家好。其实因为他是文人，所以他讲话，大家好，温柔的。哦，温柔一点，对，这个也是我们两个合作，我是比较站前一点的，他比较温柔一点，你看。我们就是风云，如果没有他出现，可能我现在还是一个演员，不是歌手。但是我们要一路长，一路把那个钢琴拿出来，不是他站起来他不讲话，因为他要表演嘛。郑伊健出道好像是从歌唱比赛开始的，没有进入这个决赛的阶段，然后就是去 TVB 做主持人。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在电视台 TVB 里面，他在那个训练班，训练班读书那班的时候，训练班读书，那个时候他还在短头发的，啊，是吗？哎，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金色的头发，一一
一个 highlight， 这个对，头发剪得很短的，永远也看不到了。后来全是这个长发。你知道他演的很多影视剧，那个海报都是那个头发要这样，有几根要盖在这个脸上，就是那种感觉，他独特的一个造型。所以有一次他一部电影啊，他告诉我啊，这部电影我想把我的头发剪短，我说哎，拜托不要，千万不要，拜托，剪短了我认不出你。我们刚刚谈到这首歌，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其实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接拍这个电影，导演突然间说我是要这首歌，然后成功的就是用一个星期弄到这首歌，还有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把这个歌录完。当天我生病了，我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但是陈光说没关系啊，心情不好但是感觉好就可以了。我们唱歌就是唱那个感觉，不是唱歌出来，可能心有一点问题，但是感觉是最重要，所以现在这首歌就是有这个感觉，送给大家，今生替代你嘛，送给大家，陈光荣。记得 有一次我跟他谈他的经历，他跟我说其实以前我唱歌只是唱准，不知道到台上怎么表达，但是现在 有这个感觉，台上有多一点就是享受唱歌的过程。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竟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场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遇中我亦重遇了生死，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竟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进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遇上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甘心。你。
唱这首歌大部分时间也是我们合作，因为没有这个钢琴也没有这个感觉。谢谢陈光勇，谢谢。岁月过去与未来时光，肝胆相照的兄弟亦在身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聆听郑伊健的《遗珠之憾》。我们现在是谈谈我们的人生观，所以我们想到一首歌，告诉人家做人有自己的态度，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每一天。送给大家 Beautiful Day。壮举，光阴一去那堪追，但在我这宇宙，随时行乐叫情趣，最怕计算哪秒要去，哪会回来？凭一啖气，够我与你，叫世界惊叹了不起。个个看戏，我却懒理，要去破先要落翻起，只需阳光。同党够中气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风云时时变秒秒转等天打卦太好谁还要按每天天好尽数去表演用自信去发电，求全何用看人脸？世界会变，事态万变，抗拒老练。凭一啖气，够我与你，叫世界惊叹了不起。个个看戏，我却懒理，要去破先要落翻起。只需阳光够好，同党够中气。It's a beautiful day.充满了惊喜，要喊要笑，要坐要企，哪里靠通性定生死？不管明今那天来找我跟你。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最近我们几兄弟从电影走到演唱会，这个也是梦想，人是应该有这个梦想，如果有机会要把握得好，把它弄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下一首歌我们送给大家。
不到，绝望罢了的态度，人丧危难之间你总赶到。谢谢华，是我太多不知道，道别是你的引导，明日来日也是你使我自豪。一声好举杯重饮，醉过了只感到笑，狂笑着世间冷与酷，岁月无情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情和意今天我知，是我不需一再怀疑，世上无情人在变，义气本身不太易，但我知今天导致生死与你创造明智。谢谢李泉。岁月无情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情和意今天我知，是我不需一再怀疑，世上无情人在变，热血的心不太易，但我知今天到此，生死与你创造明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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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会我们再谢谢他们。对，好，好，我们请了两个兄弟，你慢慢介绍。林小峰，你先。没，前辈先。啊，对对对，我是前辈，对前辈。哎呦，我现在就是前辈啊。对。大家好，我是谢天华。大家好，我是林小峰，你们好，你们好。谢谢啊，这一次有这个机会。这一件邀请谢天华跟我参与围炉音乐会，这是非常荣幸的。在我心目中，这一件不只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非常英俊的歌手，对吗？我们在后台的时候，我跟谢天华看这一件表演。对，谢天华，你说给大家听你的感觉。我哭了。你真的吗？他唱的几首歌。我都哭了，我从可是我忍住，忍住就不哭。我从他一踏进来的时候，我哭了，比你快，还比我快。对，我不是听他第一首歌，我是他踏进来的时候我就哭了。哎呦，因为我知道我有等很久才出场嘛。对对对对。不如我们谈谈我们近况好不好？我先说了我的近况好不好？好，我最近是跟了四个傻瓜去了这个匈牙利布达佩斯，去拍了一部电影。你们知道是谁四个傻瓜了吧？你们都知道了吧？有啊。可是这部电影还没拍完。谢天华，谢天华。刚刚拍了一半，还有一半。对对。这个卖广告啊，这个电影什么名字啊？黄金。这个也是我们几兄弟的梦想。我们演唱会之后，我们有一个兄弟钱嘉乐，他说我当导演，我要拍你们。对，我们等你很多年了，我们当然义不容辞的去帮忙，然后跟他说还是要付钱的。但是他说付钱不多，可不可以去旅游？所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去很多地方，也给我们几个兄弟多一次机会，就是再次了解对方。你以为我们平常都是常常见面，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面。所以钱嘉乐一说要再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非常好啊，再一次有机会可以聚在一起，还有就是给大家再一次认识。我们五个人已经长大了，
跟以前你们看过的不同，以前你看过是很青春的感觉，现在是青春不在了，现在是依然青春。真的很开心的请到两位兄弟过来坐镇，因为其实我们站在台上已经很习惯了，对不对？对，我们经历过好多好多个城市，我们在每个城市都看到我们以前看我们电影的一帮 fans， 他们到现在为止对我们的热情还没有改，令我们五个兄弟真的很感动，谢谢，真的谢谢。我们三人其实要唱下一首歌，但是如果没有他，这个歌也唱不了了。谁？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创陈光荣。我们希望再多一点力量，真叫声在哪里啊？准备好没有？送给大家，来，有情岁月。如果有这个冲动，可以。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明媚心中疲累。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的人生，每日拼命进取。不过的风雨里，不羁的胜与罪，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落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怀里，让眼泪带走夜憔悴。相距，遥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的人生，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胜与罪。
谢谢陈功，谢谢两位兄弟。 谢谢，一健哥为我们带来的这场充满了友情力量的围炉音乐会，谢谢你。谢谢，再次感谢，也感谢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要有请台上的几位巨星为围炉音乐会留下首模，有请。围炉音乐会总会有首歌。 温暖你世界，谢谢一健，谢谢小松，谢谢。在坏的过去，成功都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